一起玩。我刚刚发现这儿的环境音很不错，就录了一些。是吗？嗯。我知道有一地儿有好多驴，下回我带你一起去。<笑>好啊。<笑>暑假再开学，你就不读书了？对啊，在我们农村会考结束就可以高中毕业了，我打算之后好好经营小卖部。 那你没有为自己以后做什么打算？什么以后？我只知道我现在要做什么。你要做什么？子女！哎，我就没怕水，你怕水就行。哎呀！他怎么来了？我给他发的定位。Su Qiao。 于鹤，你也来了。Su Qiao，你不是说让我来找你玩吗？我来了。<笑>欢迎你哦。哎，阿月，我带你去个朝阳他们打招呼吧。你们快看呐，我把谁带来了？阿月，你来了，下来玩啊，阿月。哎，你们上来嘛。 我觉得我能帮你试试Su Qiao。谢谢，不用了。给各位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好朋友于恒。哇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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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个，咱们今天人这么多，是不是可以暑假限定活动啊？什么活动啊？探险，探险，什么探险？ 小舅每年都跟我们讲这个故事。传说中，在刘奶奶家废弃的老宅里，有一个许愿屋，很多人去那许愿，愿望都实现了。直到有一天，有一个书生中了状元，可是他却把他的结发妻子给抛弃了。后来怎么样了？后来，他的结发妻子便一身红衣，吊死在了老宅里。 从此以后，这个房子就变得很闲，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去探险许愿，有些人飞黄腾达，有些人妻离子散。阿路，我好怕。小舅的话你们也信？更可怕的是，如果你到了那儿。 有人喊你的名字，千万不能回头，那样的话，不仅你愿望许不成，而且你还会疯掉啊！寻龙分金看缠山，一重禅师一重关。 这是回家的方向吧？哎呀，别瞎说，他这玩意儿不准。记住，合则生，分则死。一会儿进去之后，我们千万不能分开。
准备好了吗? 是关晶晶扮演的。什么？嗯。我早就看出来了。你早就看出来啦？但是，我跟你说，这是什么？ 我成功了，还愈合都下水了。看什么都不理我，这不会是许渊屋吧？这也太敷衍了吧！不行不行，万一里面有女鬼怎么办？我先来。 谁？谁啊？走到中间来。
闭上眼睛，说吧。 我想当下一个姚明，我要成为实力与时尚并存的篮球明星，为国争光。不切实际，姚明不够，你都够，还想当篮球明星，你连省队都进不了。放弃吧。那换一个吧。我想和关晶晶永远在一起。下一个。 我不想上省里的大学，我想上市里的大专学养殖。我希望你可以保佑我一毕业就找到好工作，然后回孵瓜村开养殖场。我想和小动物在一起，这样我就可以在大城市买房，这样我就可以离开这里。住脑子，有好好大学不上，以后有你后悔的。但是先不说你毕业之后能不能月薪10万。 光买房要交2年社保，这一条你就不符合。换个别的吧。怎么了？你们怎么都不讲话了？神仙说我的愿望不切实际。神仙说我的愿望愚蠢至极。 这个神仙还挺现实的，还知道买房要先交社保，啊？我去试试。还玩？出去吧，幼不幼稚？哎，苏乔。谁？谁在喊我？ 到中间来，闭上眼睛，说出你的愿望。哦，我已经会考结束，可以拿毕业证了。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留在浮瓜村，跟小舅一起好好经营小卖部，做大做强。 井底之蛙，要是以后你的朋友们都走了，你还打算开小卖部开一辈子吗？怎么不能啊？我拿点关键的。差不多行了，这么心动人好玩吗？那你除了想跟你小舅守着小卖部之外。 没想过别人了？别人？还有谁呀？你家除了你小舅之外，没别人了？哦，还有林子路。嗯，他要是能留下的话，带他一起开小卖部，也不是不行。 请问是有2位神仙吗？行了，够了，别逗他玩了。怎么林子路也变成神仙了？你们怎么能骗我们？谁让你们先扮鬼吓唬我们？阿月愈合，你们得和他们道歉，确实不能乱开玩笑。对不起啊，我们过分了，我们不是故意的。你们也表个态吧。 我们不应该吓唬你们的。对不起，苏乔。但是你刚刚说的是心里话吧？谢谢，这边走。谢谢，这边走。 什么地方啊？这个地方非常好啊，小心台阶。不是，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呀？不要怕，我会保护你。小舅，老姑。
这个就是你说的能许愿的地方。对，这个地方对我很重要。我当年考大学就是在这里许愿，最后考上了大学，真的很美。真的。所以我坚信，在这里许的愿望一定都能实现。你这次带你来，不是要表白吧？就是我要许的比那年更重要的愿望。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实现它。什么愿望啊？就是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平时不着调，开小卖部呢，四处散财，照顾苏俏，你也看到了，学习成绩一直也不太好，反正怎么看我就像个废人一样。但是我对你是认真的，欣欣，我希望你能够给我一次机会，能不能做我的女朋友？